风，如今我正狩猎黑暗化作的风暴。拿把中单了，来把中单用完。确实必输啊，本来就是必输的呀。呀，没点魔抗的吧？戳一刀，一滴血给抠啊，戳两刀。这蛇女不知道一级学的啥呀，中风。哎呀，走位不错，我戳你啊，一级学的意义啊，中风滑了。戳走了，中风，往右边插个眼儿，左边已经有眼了，往右边插个眼，这老母猪就没办法赶开我们。一过来，中风 W 甩平给走。这蛇女怎么一个技能也不放啊？就平 A 呀，平 A 大蛇。真是一个技能也不放啊！那我们就补刀。完了，你塔下补刀你补不过我呀，关键是他们家老母猪上哪去了，我怎么没看见呢？一上来中风 A 再 A 戳一下回去，中风划了你，大蛇已经被我耗得没有血了，下波他就要死，马上五秒钟以后他就要死。戳一刀，戳两刀，一上来 W 接中风 A 点炎再 A 回来吃药死不了。哎，戳一下，我本来想 Q 闪的，但我看这个距离好像不用 Q 闪，算了吧。这 W 甩 Q 一下，嗯，一上来中风 A， 哎再 A，A 接戳接收，可以啊，小光头，虽然你闪现舔没舔着。但我给你记一功，回家吧。人说谎言，出门滋生恐惧，然后亚扎卡纳就能大快朵颐。趁大蛇还没溜啊，看看能不能再杀他一波。戳一刀，
两刀，马上我们这波升。中锋 A， 再 A， 我还就不回去了呢，这波。呀，飞丝了，无所谓，飞就飞了。我们就硬 A， 哎，他给我吐一滩水，我不回去了。不放大，我玩蛇女，你玩永恩，我给你吐一滩水，你能给我把大放出来，我就算你狠，行不行，兄弟？哎呦，我的炮车，走，也去找一下子。这小光头居然把老母驹给他赶跑了。哎呀，可以啊，你有红了吧？我帮你打一手。谢谢。恐惧。像刚才这个时候操作的时候就不能说话，知道吧？哎，就得装高手，也不是装高手，我们就是高手。把他的大鸡给他收了。哎，姐啊，木木要过来收鸡啊，那我们就帮他一下，就不要了，算是他给我这个红，我们回报他一手。车没了呀！这老母驹一看自己家啥都没了啊，找他去啊！这找他去，找他去，直接大过来吧 ！A 戳，一过来，戳一刀 W，A 接中锋接收，这
这老母驹就100块钱了吗？都死成这样了都啊！打个信号，我估计蛇女儿可能下去了。我说啥来着？我就估计蛇女儿肯定是下去了。中风。蛇女没有大，戳一刀 W 再戳 A， 中风点炎，差一刀，干嘛？哎，我收你的筋儿。我本来想移过去秀他一手，算了吧，算了，好了，该回家了，再收最后一波吧。收个红呢。走位跳弹，这个跳弹有没有水平？自己不下去，让老母驹下去，这个角度啊找的是非常的好的。这怎么能叫炸壶呢？我故意挪了一个小走位，哎，出错了，应该出两个灵巧披风，直接平 A 附带二倍的攻击物理伤害，也就是说你出一个灵巧披风相当于多给你加了60点攻击力。直接回家，回家把它除了。那60点。就一手小光头，往我这边走啊！这莫甘娜有金身吗？这谁的传送啊？鱿鱼啊！别追了，也不知道这要干哈。你说中风 A 接 W 平 A 接拖走过来拖一下接中风点炎 W， 正好我们踩毒上面啊，可以不用回去。Q 闪 A 接 W 起来，戳平 A 平 A 走，没走掉，没关系，全死了他们。我们的盾弓有了。我杀没了，
杀了几个呀？海兽祭司拿了两个人头。买个针眼儿吧，然后我们换个扫描。我刚才都没看见那大嘴搁旁边 A 我，我早知道我先杀那大嘴好了，你知道吗？大嘴打我有点疼。露露这个变羊也挺烦的。走，找着山羊就跟我来。能杀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呀，这大嘴一个人搁这干啥呢？这大嘴啊，一个人搁这玩，我靠，还是没躲掉，有点烦。哎，这山羊一个人，老母驹闪现过来，先甩一手 A 戳，再戳有没有石头人，给我戳个风。哎，还在这打石头人。接过来啊、哦！中风 W 甩回来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啊、哦？跟露露在干什么、啊？把红打了，我们你跟我抢红，兄弟，我真没搞懂，你说俺们家打团的时候，你说你在哪儿？我还不配拿个红呗？你还是个进，还是个再见哟。阿木马救救死了，中风。拜拜。就你叫蛇呀呀，我俩帅一波的开大。头一回看着进出海妖杀手，兄弟，我不知道你出这玩意儿干什么。我们找到大嘴儿或者是蛇女儿。哎呦啊，让人手撕了，你怎么怎么突然之间这个地方来了几个人呢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需要点魔抗装备，什么能让我们的魔抗起来点？振奋的振奋可以加吸血，并且可以加血量，还有魔抗。振奋，智慧默印不需要了，智慧默印它不回血，没有血量，我们得要点血量，血有点少。
我们收集者加上一个振奋就可以了。盾弓跟那个影魔刀还有携手不能一块出。这大嘴啊，收我的尸，那可是肯定是不行，小伙子。咱们这一码归一码，对不对？你收我一波尸，我杀你一波，可以的。我回去了，我要没回去你这边就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中风。我们有这莫甘娜的盾啊、哦、不用太害怕，还可以接受。不过对面应该不能出来了，先走吧。可以等个大招。哟，这是要杀我！我这一看，先杀大嘴啊！戳回来 ，A A 戳 A 再 A， 接一手上去中风 ，A 戳 W 套点炎，拜拜！抢我人头，让我戳一刀！哎呀，我戳一刀，蛇女死了。你看我踩在上面的时候，大招是不能放的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大招没吸地，看不出来。大招吸地了是不能放的，蛇女不能放一切位移技能，明白没？蛇女那个土，那个地上那一滩水儿，